完之后啊，它应该会出现这些东西啦。它 for 那个 Eclipse，而且是 pydiff 这一个哈，啊，版本这边都有 next 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它问你要不要同意，当然要 accept 啊，你就按 finish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就帮你整个 run 完了。那你这个环境里面呢，基本上就已经有外挂了哈。第一个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外挂完之后的话，还没有哦，还没有办法就开始用它，你还要告诉他第二个动作，第二个是告诉他你刚刚装的 Python 装到哪里去，Eclipse 才能找到它，才能找到它，才能帮你做后续的相关的程式处理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当然哦，相对的是比较麻烦一些。哦，那它还会 install 了，帮你把它装进来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其实或者你也可以按照我们云端上面看到的步骤哦，分别把它做了。我上面应该有一个截图吧，所以你就做完之后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你在那个专案上面就可以看到，就是那个有一个 pydiff，也就是可以开发 Python 的专案了。啊，除了可以开发 Python 的专案之外，另外这边有一个 Django Project 了，Django 其实就是，因为目前我们现在 run 哦，都是在自己的电脑上 run，啊，如果未来你要把它架设成一个伺服器 server 的话，其实它也具备有把它做成 server 的这种功能，啊，所以另外有一个叫 Django 的 Project，OK 啊，那这部分的话呢，把它装好之后呢，有点慢哦，OK，那待会的话。再来就设定啊，设定怎么设定？特别重要，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装好了，接下来你可能第二个步骤哦，你就要到什么？到 Windows 里面。不过要做两件事情哦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哈，你要告诉他 Python 的位置在哪里。所以你从这个 Windows 进来，哦，最下面有一个那个 performance 哈，这个 performance 里面的话呢哈，里面记得要找到那个。有一个叫 pydiff 的这个是你刚刚安装外挂之后才会出现的，好，所以你 performance 里面的话，可以找到这一边这个 pydiff 里面的话还有什么 interpreter 吧，哈，这个选项里面的话呢，再到 Python 的 interpreter 里面呢去找到这个画面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呢选择，我记得好像 new 一下了哈，告诉他说，哎，我的路径在哪里？那我是放在 C 碟底下的。Python 3632吧，告诉他说哦，我的东西都装到那边去了，那所以你到那边找找看就 OK 了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边，它还在跑。好，那装好之后的话呢，才可以去 run 那个 Python 的专案。啊，这时候你当然哦，直接去开启 Python 专案就没有问题。哦，OK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我想哦，各位先试一下，因为这边还在跑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刚好重新启动一下，好，然后一样的地方把它装这个一二三啊位置记一下，然后 new 一下，意思告诉他说我刚刚装的 Python 3632放哪里，那我就把它 browse 一下，告诉他说，哎，我放在的是，哎，我的 C 碟底下的3632，啊，以后如果你放 D 碟，你就改一下位置就对了哦，然后把它选取，按开启。这个位置哦，OK，按 OK，好，它就帮你找到哦，你里面有很多的 library 有没有？library、DLS 这些 package 有没有？都在这里。那这个 site package 指的是网络上再抓下来的外挂，所以以后有一些外挂可能要试着把它再安装起来。有些功能它没有，本身就有了哈，所以它基本的功能都有，按 OK，然后把它就是确定并且把它关闭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才完成了。这个专案的建立哈，然后呢，啊，专案就是设定完成之后，那你可以再到那个什么呢？这个 other 哈，因为目前是 Java，那 other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pydiff，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可以开发那个什么呢？Python 的 project 的这个选项，OK 哈，所以确定 Eclipse 里面可以开发那个 Python 的哈，那只是说呢，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可能要解决啊，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如果在写那个像输入中文，英文没有这个问题，会有乱码的问题。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哈，在预设的环境里面哦，这边可能要设定一下，我们在一个 channel 里面的话会有个 workspace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开启的话假设你专案啊要重新建一个新专案，或者重新选一个新的 workspace 的话，
那你这个一定要设定，如果你没有设定的话，以后哦，你输入的那个中文字输出会变乱码。那为什么会有乱码呢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哦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，在这边的语系的设定有没有？记得哦 ，Channel 里面的那个 Workspace， 它 default 是 MS950，MS950哦，其实。 就是叫 Big Five 啦，哦，或者叫什么 ANSI 啦，类似像这种，那就是只有微软才在用的，其他人其他的软体公司都用 UTF-8，主要是微软真的比较不合群，哦，所以你会看到乱码，大部分都是微软造成的，哦，微软跟用 UTF-8 就好了嘛，就是只有它不用 UTF-8，哦，但它有它的坚持吧，我不知道，它有它的包袱还是什么，还是说有旧的相容性问题，还是我搞不清楚。 反正呢，这个地方你要记得哈、哦，如果你要不要乱码的话，很简单，把这边改成什么？改成 UTF-8 就好了。OK， 哈、哦，就像说那个前写像 PHP 好了，也是啊，或者其他的 JSP 啊，都遇到一个问题，编码只要微软的东西就乱码，有没有？写到资料库，后来知道一个问题，很简单，全部改 UTF-8 就好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 哦，啊，因为只有微软它不是 UTF-8，哦 ，OK， 所以后面我们会遇到哦，只要是微软弄的东西都不是 UTF-8，一进来就是错误，怎么办？先转 UTF-8， 再塞资料库，就一劳永逸了。好 ，PHP 也是一样啊，我应该你会遇到类似的问题。哦，好 ，OK， 把它记得哦，这个第二个要设定哦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来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环境了。好、哦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设定。 记得就是要去告知他你的 Python 路径。第二个，把语系改成 UTF-8。啊，接下来哈、哦，再开始写一个 new 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project， 好、哦，我们就是选择这个Python 的专案 ，next 之后哈、哦，接下来呢，那专案啊，特别注意哦，专案第一个啦，我们先建一个什么？建一个 test 好了哈、哦。假设我今天建一个练习用的，哎 ，test 好了，我已经习惯都用这个。然后呢，我的版本的话，记得 3.6。 另外的话呢，一、二、三，请你哈、哦，让他帮你 create 一个 source 的一个目录哦。这个目录里面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放很多的你之后要写的模组啊、哦。所以特别注意，待会你建那个新的专案的时候，名称给他一个 3.6， 选择一个 create source src 哈、哦，然后呢 finish 一下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专案了。好、哦、，finish。 好，然后呢？他问你说要不要开启，选择 for 好 ，no 好了 ，OK， 打开 ，SRC 就出来了。那接下来目前没有任何程式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请你在这里面呢、哦、按右键 ，new 一个什么呢？哎，特别注意哦 ，new 的部分哦，你就要新增什么东西呢？新增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你这边要选择的是 Python 的 module。 它里面没有 module， 哎，有没有 module？ 没有 module， other 哈，所以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呢，你可能还是要到 other 里面去找这个叫 py module， OK， 选这一个 next 一下。那名称的话呢，也许哈、哦，我们把刚刚那一段程式有没有 a 等于 5，b 等于 3，sum 等于 a 加 b， 把它拼得出来好了，好练习一下啊。所以我建一个 name 叫 sum 好了 ，OK 哈、哦。 那特别重要是 module 哦，所以这个是专案，专案里面有个目录叫 src，src 里面呢你就 new 一个哈、哦，这样我把它 back 一下，按右键 new 一个什么呢？这边居然没有，不过你之后用的应该用一次之后它应该帮你加过来哈、哦，然后下一步哦，这边的话呢打一个 sum 啊，记得是 Python 的 module， 以后都是 module 模组哦 ，OK finish， 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帮你出现一个什么 sum 的。 那个点 py 的一个 module 档，然后他问你说里面要不要帮你放 template 样板啊？不要好了 ，cancel 好了，我不要任何的样板，啊这边 OK 就可以了。啊程式哈、哦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撰写了，就把刚刚的东西打上去 ，a 等于 5， enter， b 等于 3， enter， 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再把刚刚的公式这程式再打一遍了哈、哦，那把它 print 出来。 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它有点麻烦，就是它会自己提示啦。啊 ，print 的话呢，其实有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什么，它会自己提示 print， 打一个 p 就好了。那把 sum 输出的话，你会发现哦
它其实也会把那个上自己帮你带过来，不过有时候太自动哦，好也不是好事吧，因为有些好像提示不是正确，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，把它打完之后 save 一下，再来 run 哦，执行有没有？它会执行到下方，所以执行在这里 run 有没有？执行，哎跑一下 run 用 Python 去帮我 run 啊，如果你 run 的时候。 不 OK 哦，表示你刚刚设定可能没设定好，没有告诉他 Python 在哪里，他就不能 run 哦，因为他实际上是 run 的时候自动去叫 Python 帮你去执行那个点 py 这个档案。OK 啊 ，OK 执行8出现了，哦，不过呢哦还会几个问题啦，第一个字太小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办法把字放大？哦，可以啦，哦解析度调一下嘛，当然不是啦，哦就是调里面的字的设定，第一个待会再讲。 第二个的话呢，如果我希望假不要是8，比如说你可以再加一个什么，加总结果为8好了，但是问题要怎么加，就串一下就好了。OK 哈，不过这个请各位先试一下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，就是把刚刚的环境哦先设定一下哦，设定完之后记得哦，刚刚Python 的外挂加好之后，记得就告再告诉他说你的 Python 路径在哪里。 哦，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把那个语系改成 UTF-8，本来是 MS-950，哈，那再来就是新增一个专案哦，新增专案我用 3.6 的版本啊，加一个 create 一个 SRC 的目录给他，那并且在上方哦，记得按右键哦 ，SRC 上面按右键 ，new 一个 module 给他哦 ，OK 哈，这个 module 哦，因为理论上应该会自动出现啊，如果没有出现，可能你就到里面去选一下好了。